下来，你是香香吗？我是臭臭。还有棍子嘞。哎，棍子呢，哥？我想要你的棍子。听船长的。不用了，我有。哎，为什么我这个鼠标？哇呀，老是卡顿一下，好傻逼啊！来个。妈的，老子真服了，老他妈这个水毛他妈他在那个墙下面，老子炸不到他，我操！这团一块你在那开播，哈哈，妈的！我也想到你的下场了，鱼好惨！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的驴驴？驴驴啊，我做错了什么？驴驴，你是不是干亏心事了？这里有三个白甲鱼跟我换，等于一护卫你们的船长。打！啊！这么恐怖吗？他？你怎么没甲？我操！我怎么没甲丢别人？我操，他这个震刀给我震懵了。刚才小文也是迪克拉，今晚通个钩锤的是吗？我操，通宵是吧？明天还要出门，再不出明天又赖了。他妈臭臭一辈子都不能打疫苗，臭臭要他妈要被隔离了。修复护甲要及时。这消费人回家的猫都给我养了，都给我养吧。你真的养下来养？喂，你妈回来的时候，我操，臭多了个屎哎吧！我这个猫不知道为什么，白给它把屎拉到外面。聪明猫。护甲好东西。二一。
将慢也。你秀我！哎呦，他妈的！四个六，我操！给我清醒一点！我不想开这个大了，但是他越剑好能跑啊！他要拉扯我，没办法，我急眼了。感觉好多了。可以出发了。之力，毁灭一切。啊！耶！真牛！那是个勾拔的紫墙，那是蓝墙。怎么又来个火怪呀、啊？我操！记得是，你确定要跟我打吗？你完了，我没钩子了。来吧，收尽一切，黑子用完了，没稳住。我操，这你不打、啊？又能施展皇朝的力量了，给我清醒一点。妈，你们两个玩个避火男开组了是不？哎，别组了，我操你妈！啊，残血火男不打来搞我一个满血三娘是不？恶心死我了，我操！刚才没人看到吧？傻逼！给我清醒一点，还是要省着点。哇，牛逼！传奇冷风乱杀我的，传奇冷风他妈被煮成猪逼了，气死！让敌人见识下大海的恐怖。是啊，那火男就当他就这么点血在他面前打鸟冲了，都开始都在他面前打鸟冲了，他都不管他，他来搞我。我操，恶不恶心？那非要别人把开组写到脸上，你才能觉得他是组队是不？完了，我气了，我的他妈剪刀了！感觉好多。完了，兄弟们有刺鬼！完了，咱没打上药。完了，刺鬼来了，兄弟们！差点阴沟里翻船。我们钩子好短，我觉得这个钩子。火了！来换这个怎么样？看谁的甲等级更高吗？
小宝宝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。想换这个甲啊？来一看，哎，这个甲等级我不高。还是要省着点用。哟，这号没有出生的财宝。修复护甲要及时，我操，我这被杀了。哎呦！我他妈吃了三个蓄力，如果皮克对一个人感兴趣，那就不会骂的是傻逼，骂的是驴。别动！我的军队啊！滚你娘！今天开个队，一个没抢到，我操！鱼，十二点我打完天，我能来滚你老嘴吗？我个傻逼，我一个傻逼粉丝群，我操！他在粉丝群艾特我说：“皮克，你能让我滚一下你的老嘴吗？”鱼，让我滚一下你的老嘴，鱼。哎呦，地上骂小，我操！别动，那个老嘴儿，别动！这谁到底是没血的？谁到底是？滚你老驴！哇！修复护甲要及时。你回去谁呀、啊？敌人见识了大海的恐怖。这可不多见，来个假毕业的，说句实话。哇哇！还需要省着点。我在干勾勾。我真的倒一回啊，他是假的倒一回啊，请勿上当。
哦，有兵逼我上。刀一回就杀掉，我操！那装逼，我操，给他面子，他不理我。哇！哎，真脑残了，这边他妈烟灯不能杀敌了，我操！护甲粉，好东西。我操，今年二打一，我操！差点晕了，真气死了！杀那么多人没吃鸡，我操！哎，别二打一呀，恶不恶心啊？这玩不玩啊，别追了，我操，搁那二打一还让我给你追一个，你妈的，你要别追我，让那个火男一个人追我，我就给你追好不好，来吧。哦，他不管我了。对，嘴一个嘴一个嘴一个，他妈的，他妈的，又让我给他嘴一个，我骂他了。我没有这种布置，我学个武器。主播给刀一辉的热度有点多了，我这。来，我93，你要打吗？来吧。那不会是倒粉啊？真假的？不是，我说了我93，没办法，管不起，不是。没办法，主播玩不起了，主播太想要分了，我操！给水友道个歉好吧，给水友道个歉好吧，在直播间不好兄弟，在直播间给你道个歉。慢慢啊，你看你的那个行程码，杭州已经变成信号了。滚你老！你看，我操，我他妈又卡屏。面对面快船，哈哈哈哈哈，行都出不去啦。护甲粉，好东西。我操，那不记了。杭州出不去啦，我操，别乱。
他。妈笨，我操！王朝的力量了。嗯，好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三爷，我操！刚进我直播间就过来逮我了。搞我！别搞，真别搞我！是要省着点。可以出发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没挣到，好恶心啊！还是要省着点用。没办法，那个斗鱼它的热度还没结算。某鱼，某鱼。不是，我冲的很。是刚冲上来的，我两个子弹已经刚冲上来了。为什么我被卷起来，我大还被清零了？哎，为什么？然后他不搞他，他搞我。哎呦，我凉你好恶心啊。就是按搜我名字就能搜到的，现在斗鱼后面的三个。哎呦，他是真。我脸都是你妈烂中的烂，没个假，烂透了，这吧？完了，快进！完了，他已经跟过来了。
手气不错，我逃勾勾客呢，我他妈逃客都来了，我操！继续吧，去那儿，快！哎呀，我不是我的。不多见，暗域即将蔓延。我不知道，我主要会不会小卡顿一下，玩着玩着会停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好做的啊，这样玩，折磨死了，玩了一天都这样。他妈练到是没有，把这个线拔掉就这样了，真恼。老子以为你是水。以阴之力。我水炮又被喷了。还是要省着点用。真够把脑残。还是要省着点用。老子又没他开的快，大海被吞了。玩不玩游戏啊，真恶心这个 B-bug 还是要省着点用。脑残来了，我操，快跑。还是要省着点用。不是我，他先开了，我大没了，你知道不？我大 CD 都不进入，就直接没了，真牛逼！来个满蓝甲，我操！那我不笑嘻了，那你继续追呗，哥。护甲粉，好东西。他妈 F3 跟他强点被他们抽完了，我操！
F3 加能强点被他们学完了，我操，这个偷的。run我药没打满，冒险还没完呢，哟版本答案，兄弟们，版本答案，胡桃玩胡桃等于上分，听我的，版本答案。好方便。冒险还没完呢。Nobody。哎，假的，真你妈离谱！跟新的一样了吗？还没找到我。来吧，帮我秒了吧。本小姐手下是你的荣幸。这些东西太有用了。
些东西太有用了，好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被做出来的。我的评价是，我感觉玩胡桃上不去分好像是人的问题，不是英雄的问题啊。玩能打能跑，不多说了。哇，我真是太喜欢了。钱交出来，应该花完了。玩不了了呗，我站里面给你打。哎，再闪，一个闪，哎，再一波，哎，回来喽。我把他推你。耶，真不错！我操，你要发这个弹幕是吧？你要发这个弹幕要说了。那皮克怎么打天人不敢用胡桃呢？